号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，通过强基计划然后考取了治理书院的物理学。我是来自香港的，然后是今年的经管28班。我是贵州贵阳人，来自广东深圳的，出生于2004年。我的出生年月日是2003年12月11日。我打开的时候就是我的同学们还甚至叫我给他们直播开通知书，就是非常的有趣，然后大家也和我一样非常的兴奋，非常多的自行车来回穿梭，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有趣的校园。我想象的生活可能学长学姐们都很热情，确实都很热情，大家应该都很厉害，确实都很厉害。就是我觉得这里食堂超级多，然后就是非常想跟那些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吃完全部的食堂那样子。对未来的话，我还是争取在清华努力学习，然后也是让自己的成绩提升，并且也争取要读研。我是想从事科研方面的工作，也就是进入国家的一些研究所之类的。因为我是强基计划进入的清华，我也是愿意去做一些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的，就希望自己能在这里不要辜负所望，希望自己可以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在清华能够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，希望4年后的自己能够在各个方向上都有自己的出彩的地方吧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像现在这么开心，然后遇到什么困难也要继续前进，不要被这些困难打倒。欢迎20班新同学。